你要去哪里？我去游泳。哈？我去住饭店。哦，妹妹在睡觉吗？超多的。在哪里呀、啊？小猴子哎，真的，在树上，看不到它。我要丢它，不能这样子。别人是不知道的。真的吗？不能钓鱼。那个镜子，不错不错。不要。嗯，忍忍忍忍。鱼应该不会吃吧？哈？鱼港可以喂，没关系啊。不要钓鱼就好了。那我走吧，我们回来再去拿了，好不好？你不走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坐船喽，坐船去啊！吓人，他是要告诉说他进港了，不然他会撞到人家，知道吗？他不是在吓人，他在鸣笛啊，就跟按喇叭的概念一样啊。按喇叭，他告诉人家说他进来了啊，不然他可能会撞到别人的船啊，知道吗？不然那么大才大艘的船，你被撞到的话，船就沉下去了，对不对？他不是要吓你，好不好？来一台，等下呗。哇！那我要那个公车。好了。哎呀！国新机台，你看，家人。大哥，这鼻子怎么那么大？变成苍蝇。再一次，爸比，我还要看一次。这个套装，这个台不是要主演。
秘密。不是。睡觉厉害、啊。你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他说想要这个啊。真的假的？Okay.